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带大家来新加坡的 China Town。那我现在一个人在逛斯加克，然后买几个可乐，这咖啡口味的。然后这个是百事可乐 Raspberry 口味的。那等一下要跟朋友约，我们要约吃晚餐，然后会去吃烤鱼啊什么的，所以烤鱼很辣，所以我们先来买个饮料，等一下如果辣到的话可以配。对，要买什么呢？好了，等一下就带大家去吃咯， Let's go。好，在等朋友的过程中，我先点这个中塔鲁宝典，这个是在卖一些点心的东西，然后垫一下肚子，那等一下吃辣的时候就不会就是空腹这样子。然后看一下这是什么，好，看一下价目表，我可能会点烧麦吧，或者是一个包这样子。好，想一下。它高的烧麦，它有烧麦而已，烧麦那烧麦。三个，然后一个豆沙包。这个是我点的烧麦，我点三颗，然后一颗是0.8元。噔噔，它这边没有给筷子，所以我拿竹签。它好可爱哟、哦！那我吃一口，这是吃一口的横切面，里面主要是猪肉，还有一点点那种青菜在里面。然后这个酱好像是他们现买的酱。这我点的豆沙包，里面的馅主要是以红豆馅为主。然后接下来我吃一口给大家看哦。还有什么推荐的？我买的来吃看看。都推荐大包跟那个烧麦。给大家看这红豆馅，满满的红豆馅哦，那整个是红豆泥来着，超好吃的。我们点的蛋炒饭，这种蛋炒饭是非常有锅气的蛋炒饭哦，你看这样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好，吃完正餐，我带我朋友来这边味香园，这边是甜品店。哎、欸，你没有点冰淇淋？哦，对，忘记点那个第一次吃。这下可以加了。可以，真的可以再加一球冰吗？加多少钱？加多少钱？加2块。好，再加两块。一个加两块。没有，就这个。给他加了，没有啊。你要问他看多少啊？好，大力吸，快点。哈哈哈哈哈！好笑。这是鲜奶友谊。啊，这要怎么吃？这个没有，就这样。两边分开吃，然后在嘴巴觅食这样子，没有吗？哦，鲜奶是鲜奶，我赢是我赢。OK OK， 芒果冰跟榴莲冰，这边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就是纯鲜奶。撞奶的哦，对，撞奶是这个哦，我想起来，有点像台湾我赢，有点又不一样哎。
不太一样。台湾尾翼不是这样，就有点像芋头泥。对，台湾尾翼不是长这样。我们上次吃的那一家，那个才是。对。哦，你要闻。这是第一什么？第二十四榴莲冰淇淋。特写，哇！哎、欸，它是果肉的哦，你没看它，而且还有纤维耶。那是一条一条线的。好吧，吃吧。我先吃这个好了。嗯，然后吃那个甜，不然就是干那个。对，我先吃这个鲜奶，又比较清淡。嗯，热的。然后这个是芋泥，这上面是地瓜吗？对，南瓜，南瓜，白果，白色的白，一口放嘴巴吗？一口放嘴巴。哈好，换你，你要吃什么？榴莲还是牛奶？这是你的效果吗 ？OK， 没有效果。好，你要吃那个，这冰淇淋对。这是冰还是臭？榴莲。榴莲雪花冰。没有效果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